论通透，这台 T 型房车必须到位，好开好停，配置齐全，实用为王，而且还是销量最高的纵床布局，特别适合夫妻二人使用。Iveco T 型小额头房车，白色车身搭配黑色以及银灰色拉花，经典不失大气。 3.0T 排量加 8AT 柴油自动挡变速箱，动力十足，各种复杂路况都可以轻松通过。车长5米99，车宽2米3，车高2米85。打开2米5×3米的户外遮阳棚，再搭配下方的户外厨房，随时随地可以进行聚餐烧烤，很 nice。 奋斗了半辈子，图的不就是退休后拥有滋润的生活吗？下方的两个户外 LED 照明灯为户外活动提供良好的照明条件。车尾部安装的是后爬梯、自行车架以及备胎，拿取的时候更加方便。车身左侧最主要的是储物空间，上方的储物空间为内外贯通的设计，容量更大，行李箱、户外露营设备都可以在这里存放。下方的储物空间为铝板铺设，带有防滑处理，维修工具、钓鱼器材都可以在这里存放。别看车内的空间不到10个平方，但里面的功能设施确实一应俱全，纵床布局更显通透，回到家满足倒头就睡。1米3×2米的尺寸满足两个人休息不是问题，出厂自带海绵床垫，舒适性更强。平时老两口吵架生气了，天花板位置还隐藏了一张懒人吊床供您休息。上方铺设一层软包，尺寸同样达到1米3×2米，能承重600斤，睡在上面又稳又舒适。前方会客厅区域属于中心地带，相当于是门面，主副驾驶可以进行180度旋转，中间搭配的是可隐藏的折叠桌。二排两张航空座椅，舒适性更强，这样一个四人对坐的会客厅就出现了，可以满足就餐等多种需求。内置厨房区域功能更加齐全，想要做饭有柴油炉，搭配内嵌抽油烟机可以解决油烟问题，想要洗菜洗水果，大容量的洗菜池，冷热水可调节的水龙头满足您的需求，想要存放食物，96升的双开门冰箱，上冷冻下冷藏，填满冰箱可以一周不出门，想要放置锅碗瓢盆，您看这么多的储物空间够不够？铝合金的，遇水不会发霉，开裂鼓包，使用寿命更长，更加轻量化，里面的功能更加丰富，可以满足基础的洗漱，一大一小在里面洗漱都是可以轻松实现的。旁边的立式衣柜还是套娃式的设计，上方叠放区，中间挂放区，最下方隐藏地下室，可以放点贵重物品，储物能力更强。锂电上配备了3000瓦逆变器、800安时锂电、1200瓦太阳能板、200升清水箱以及68升灰水箱，水电更加充足，保障您的出行一路无忧。屏幕前的您如果对这款车感兴趣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并且这款车在国庆假期期间优惠力度前所未有，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来主机厂试乘试驾，我们在主机厂等您。